您的时尚文化，您的灵性生活，一个创新文化创造灵性空间的全台湾唯一的中博文化生活馆热闹登场。在这里要先跟观众分享一个新的休闲概念，就是过去的休闲大都是着重于户外的身体锻炼活动，现在兴起了一个新兴的时尚休闲，那个就是心灵锻炼活动。各位观众所熟悉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它是一个所有宗教交流的对话平台，已经发展到了生命教育的殿堂，现在更是深入到每位的生活中，中博文化生活馆也就因此诞生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执行长了义法师特别提到，人一生必须的两大及时雨，它能带给人们生活立即性的满足，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这个文化生活馆要带给现代人全方位的灵性涵养空间，它就是精神及时雨。世界宗教博物馆一直以创新、科技、人文的多元角度，提供观众从崭新的视角认识宗教，也探索生命，体验各宗教间共同的爱与和平真理。为了让民众深入这人文艺术的美好，进而开发与涵养本来就有的灵性智慧，中博特别打造了石屿斋茶馆，还有庭云书院、舞道美丽、画艺文空间，这其中包含了音乐、书墨、茶道、花艺以及香道，让民众体验文化的熏香与美学生活的实践。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开幕？最主要是其实去年中博已经十年了，那整个宗教博物馆当时在20年前开始有这个动机的时候，是台湾的社会它本身呢就是比较经济还不错，大概20多年前，那年轻人充满了资讯化、全球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感，年轻人对信仰会有一个比较好奇可是又不知道方向的可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来盖这个博物馆。可是呢经过十年的筹备以及十年的开幕之后，我们觉得说宗教除了用来做展示、用来做参观之外，它应该落实在生活里面。所以世界宗教博物馆从文化教育走到了生命教育，因此获得了许多机关团体的支持参与，让生命教育往下扎根，进入到全民的生活。我们觉得教育还不够，要带入你，直接进入你当下的生活，所以呢再把生命教育再连接到生活里面，所以就有了生活馆这进一步的理念出现。参观世界各宗教的文化飨宴，不仅让民众灵性知识获得了及时雨，认识各宗教生活用品与礼品，享用具有环保概念的饮食文化之后呢，一系列的教育体验就好像是精神及时雨，有如甘露一样的滋养心灵。创办人信道法师，台湾创馆从文化角度与世界宗教和平对话，以推展爱与和平的理念，让每个人的信仰都能为其带来安和乐利的生活。信仰的力量融入生活，从外在的成员震荡，在此内集心灵，以灵鹫山生活禅直探内心，收摄一切的妄念，人间的真善美具体展现，让人民都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就是要生存，生存的过程就是生活，那生活最需要的呢就是生活用品，从食衣住行。我的理想是吃素的人一个好的空间，又可以吃到很好很养生的素，这是我觉得食与斋可以提供给大家的。我们的消费没有像台北市中心这么样的高，所以我也让它是一个平价位的，就是你天天来吃都吃得起的一个素食斋。那另外还有下午茶，下午茶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空间，文化的空间，你可以听到古琴，听到很好的香味，那又可以静下来写写东西或跟你的业务有关的一个谈话的地方。